起飞的一架歼十五战机啊，离我们山东舰航母甲板越来越近了，马上准备着舰。那么驾驶它的呢是九五后年轻的飞行员谭志勇。快！夜间对于飞行员来说，你在飞机上的市场，你看到航母的话，它其实就是很短很短的几条小灯线，而且这几条小灯线它还是一个漂白的小灯线。所以说，然后我们在这种状态下，我们要保证非常精密的进近才能落到航母上。对我们飞行员来说，它其实对你的技术要求的话是非常非常高的。南海的海水非常深，所以南海的海水那能量的话就非常大，对于航母的影响，它会使航母会有重摇、横摇以及深沉。所以说我们在平时训练，你在飞机上看到的航母视角，它其实是一个动态变化的一个过程。我们要在这个动态变化的过程中精确的着舰，其实对我们来说是一件难度非常大的一件事情，具有挑战性的一件事情。从陆军到空军到海军，一次次身份的转变，对我而言是一次次的挑战自我的过程。我非常享受这个过程，我也希望未来的话能够飞中国最先进的战机，上中国最先进的航母，把自己的飞行技术练过硬。朋友都知道我是很挑剔的，防晒乳我选 KISS 皇家呵护抗光清爽高防晒凝露，因为它有媲美蓝光神盾的乍藻植萃，保护我在阳光下延缓肌肤老化，维持青春弹力，可以防御工作环境里的 3C 商品各种光源对肌肤的伤害，擦起来清爽不黏腻。我特别喜欢它做到海洋友善，365天天天抗光抗老化是我的保养日常。你呢？呵护您，呵护全家人，专属你的 KISS Royal Care 抗光清爽高防晒凝露。